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个货啊？失踪了有一年了吧？差不多一年了。就是之前跟我们一块儿走阿里中线的那个眼镜，然后呢，快过年了，他要旅行过年了，然后过来看我的房车，要把房车开走。现在给他把房车收拾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啊，先跟你说好啊，房车你开走啊，出问题我们不负责啊。对，这个要给你提前说清楚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什么问题我们一概不负责啊，没问题。我们这儿前两天下了一场大雪，你看我们家门口现在白茫茫一片，现在我们车就停在这个雪窝子里，我现在有点害怕，因为这两天我们这儿的气温特别的低，而且我是夏天停到这儿的。怎么翻译了？回去吧，车打不着。停车充线，真打不着。电量低，请连接车充线。怎么电吗？完全没反应，都听不到那个啥打火的声音。你都什么电了？一点电都没有。弄卡屏了，这给他充点电。这几天确实太冷了。我们这儿下大雪，你看雪有多厚多深，而且气温骤降，一下给冻得不行了。咋？哎呀妈！额头床上的雪滑下来，全砸到这上边了。咋开的来着？找到那个口咋办？哎呦！一个前方上面雪塑化了。哎呀，这个车窝子里面也是委屈你了。对呀，我也想说这个车给咱遭罪了。更是遭罪了。天太冷了，本来是可以从房车后面给车子的发动机电瓶借电的，结果那个也没电了，车里面的电瓶也没电了，所以只能是想别的办法了。现在给车充点电，老郭顺便把家门口清理一下。老家现在也没人，没人清理这些眼镜的车。他一会儿把这个车给我们留下，把我们房车开走。这车就是跟着我的当时的途乐征战阿里中线的那个车。对，也很猛的。现在试着打一下火，充了一会儿电了。哎，电源有反应了吗？电有了。还能打补吧？这明显是有电的。工程油，兵哥猜测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因为我们是夏天回来的，加的是零号柴油。虽然我们这边没有东北那么冷，但是最近这几天这雪下的也在零下五六度的样子，七八度呢。然后呢，现在这个明显是电在努力的打火，但是没有油给它打呀。那咋办？就相当于是柴油解了，柴油冻了呗。对。关键是我这个车呢，为了我停到这儿，为了上下车方便，我把车的后门是停在了路边，也就是说我的车头是朝北的，上面又有额头床，整个车身一挡，它整个发动机这一边晒完全是晒不到太阳。就是今天天气还不错。那咋弄？让我想一想，让我查一查。我们查了半天，说是用热水浇一下可以试一下。现在浇的是啥？输油管是吧？对。小心啊，小心烫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来，叫我把手，叫我把手，咱们拿个那个大漏斗去。刚才把车打着之后，发现那个油表还在上下浮动，说明油箱应该是没事儿，应该就是这个输油管漏的问题，所以用热水浇一下。都是我们俩在网上查出来的，看一下浇一浇会不会有变化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直接倒，用我这个漏斗不就完了吗？你倒，小心，没事没事，你倒，你早不倒到外边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来，再试一下。用了一壶水了，试一下。你先不打火，先把电开开。电通着呢。电通着了。还有四分之三箱油呢。请连接车充线。没啥用。不行。电量低，请连接车充线。再接着烧水。来第二壶水，
希望这回接下去有用。有我的人品在这儿。一会儿接下去没用，你的人品怎么说？我的人品随着这一壶热水付诸东流了。其实我有预想，应该会可能会出现这问题，但没想到这麻烦，往上擦了那么长时间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用热水浇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好像有点颤抖，是吧？嗯。等会儿再加热水，肯定有用。勤劳，老郭真的很勤劳，有点时间就赶紧铲雪。没办法，这是我家呀，我不铲谁铲。第三壶，有没有奇迹？我给油滤上来，浇一下。倒慢点啊，不要太急，他要的是那个过程。慢慢融化的过程。四壶水下去了，第四壶大壶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妈，今天这个奇迹，今天这个奇迹很难发生。有动静，还是差一点。差一点，有反应了，它开始有那个点火，结果燃料不足了，属于那种。有用，说明这个办法是真有用，对吧？你接着烧热水，接着烧热水，然后你先用电吹风吹着，可以吧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吹风机热水都不管用，现在打电话求助。再不打电话过来求助，天又黑了，又冷了。你还没好不容易弄开的那点油，他又给你冻上了。哎呀，我这关键弄个一个朋友过来借车来了，然后想办法，我在这儿用热水浇个油罐，用电吹风在这儿吹的，有一点点反应，但还是光是电换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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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的，但是油上不去。哎，这油箱。没动。有动静。油箱没动。哦。能听见油箱里那个声音。看不见，啥都看不见。有这个声音，都说明它还是液体的呢，对吧？嗯，那是好事情，那是好事情，那都不担心。再试一试，不行了，让人家过来。这个，没有。没有用，说明是油罐确实是堵了，然后你油罐确实是动了，然后这个油是进不到发动机里了。电火没有油，扔个拿水去。六壶水下去了，希望你再给我一点。没戏了。没有一点卵用。算了，打电话让人来吧。